你最近啊，最近有去那个海边吗？对啊，我们不是刚下午才哦，去的下午吗？才去啊。下午偷偷跑去海边的。对啊，下午去海边，那个介绍一下我们台东啊，台东东海岸真的很漂亮。那、啊、像我自己很喜欢在东海岸捡石头啊，因为东海岸石头非常就有玉啊玉石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捡过？就是什么白玉髓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，还蛮漂亮的、啊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常常放假的时候都会去海边晃一晃，啊，心情非常好。那、啊、不然来一来一首点快一快点的的好好了。的，那是什么快的嘞？带来这首英文歌曲，请讲。我英文很烂，我怕我讲错。这首叫《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》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。Thank you.
谢谢。就弹手会酸。